我先生去胖胖的，一年换三台。没有。好无啦，买你啦。你买。我没有台。不要，我跟你讲，提车人台，你一定会好。若袂好，你提东来我来台。一百块落啦。好真好无啦，是啊，真好无。这是灰灰，灰灰啦，灰灰歹啰嗦啊。我介绍大尾水的，大家都飞足准啦。大家都飞足准啦。这一尾我无瞎想讲啦，你去落海排啊，你去落海排一尾抬偌济？我无瞎想讲一尾抬八十啊，一尾嘛唔难，一尾嘛唔难，一尾抬八十，大煞尾拢有啊，你呾代志啊。将尾杀袂，将尾杀袂好来啦，开你遐死啦，我只赚两百块，人买来无两百块。两六百哦，两百块来啦！够人买无？两百块，青鱼两百块，青鱼两百块够人买来无？无啊吼，拢买有啊吼，无啊吼。不可以。不可以，好。我还没在遐。挪威青片啦，我甲卖一个挪威青鱼片啦。有人知影挪威伫倒无？有人知影挪威伫倒无啦？我是人知，无人知。人家拢咧讲挪威，挪威啊，都无人知伫倒是。挪威啊，系啊。伫遐，我借一个两百块了，一对要来两百块，一四个要来两百块了。我写个，写个黑，写个黑。四个两百块，我问一下，这五个、这六个要来了，我借一个两百块了，一对要来两百块了，两百块。多少了啊？秀玲总，你再请你啊，两百块了。这个我送你两百块了啦，八个要来两百块了。两百块人买来无？两块切片啦。这两地啦，两地啦，三地、四地要来啦，四地、五地、六地啦，七地、这八地要来，两百块了啦。两块钱里面两百块有人买来无？抬啊啦，大个啊，免抬啊啦。两百无啊吼。我来问一下，搁有人买来无？这两地要来两百块，两地两百有人买来无？这两地两百块无人买来。两地两百无啊吼，收贵啊吼。我问一下，将三地、将四地啊，这五地要来，这六地要来，七地要来，两百块你着买，我无买信啊啦。八地要来，两百块了啦，两百块啦，两百有人买来无？两块钱里面两百块无啊吼？这堆拢啊是两百块无人买来，一个剩几十块尔，一个卖你几十块尔，无啊吼，无人买来啊吼，听了歹啊。你们讲要吃啥？我问一下，要吃啥？哈？总统啊，总统，上个阿妈，这个哦，这个哦，十万，这，那是中奖啦。你要抬好啊？无抬？当然嘛，要抬好。要抬好的，要抬好的，崔姐。袂要紧，我问一下啦，这三包啦，剩这三包尔啦，有人要来无？吃几条条啦？等于整整这四大包就好啊啦。这一包超市卖百五啦。一百好了，好，一百有人买。这啦，伊讲要中奖，这啦，台好，台好，鱿鱼圈，鱿鱼。
西市场哦，云林路一段66号，云林路一段66号。我们粉丝专页首页第一篇置顶文章，哦，点开里面有叫卖的资讯，哦，大叔跟海鲜兄弟的都有，哦，你可以看一下。无啊吼，拢有啊吼。青玉藻。比看的白天好像觉得价格都比较便宜。好吧 ，MR， 我也不方便说什么。大家心中都有一把尺。阿妈，你卡这好。台湾渣。鱼肚，大姐不啰嗦。慈母鱼肚，我跟你说，一片外面卖多少？130，去里面看就有了。第八三两地，你要来接三地，要来开三道。我们这三道有人咩啊？还在加班吗？讲两地，讲三地、四地啦，讲四地要来了，300块，300。我招较紧的，快到手。这两地、四地要来了，我大小地拢有恁家的，讲五地要来300块了，一对要来300块了。还加一包？多，这六地要你啦，六地啦，一地剩50块呢，300啦。300块够人买啊！大，你看，我问一下，剩剩几个呢？我跟你讲啊，你嘛买无遮俗个啊啦，你等于乌岭这所在记条就好啊，就会好啦。真个啦，伊嘛是安尼抬个啦，同意思啦，两地要来啊，四地要来，即五地要来，即六地要来。这种石木鱼虽然有刺，但是它就是比较厚，因为外面就是把那一层削掉，所以才会那么薄啊，变成没有刺。它那边的刺其实也很好剃，所以你们看，如果要没刺，可以自己削掉那一段。中间不啰嗦啦，这中间不啰嗦啦，中间不啰嗦，哎，这几千个，来700，这个中间我不啰嗦啦吼，当天咩煮？
用烘的，啊无就甲迄同款用炒的。哎、欸，中秋搁一个，无甲你讲中秋怎样的。这一尾我无好像讲你去落发台，提一尾台偌济？八十。烘较好偌济？一百。上尾两尾，尾两尾，大细只拢有啦。上三尾要来，上三尾要来啦。我问一下，300块敢有人买？300块。上四尾要来，上五尾要来，300块，哎、欸、好啊，不啰嗦啦。这六尾要来300块啦，我搁借一届了，这七尾要来300了。200块够人买啊无？这边围起来，我后面。这一尾两尾要来啦，两尾两尾来啦，四尾三尾四尾要来，五尾要来，六尾要来啊！这七尾要来，这八尾要来，规个拢去啊！那一边。对啊对啊，拍起拍起。我的正对面三位美女，海怡啊。吊吊吊吊吊！中间够人买啊无？这尾要来300块，一尾300有人买啊无？一尾300，一尾300。一尾300有人买无？总共300有人买。